我要天祖豪和可儿的，好的，好吧，那我说了，他说的太夸张了，然后，就是头发是一样的，然后他做的实在是有点像，就是没长开，故事就是他就是小的时候演故事。 二位，好演故事，这还不简单？我说，头发甩死你！来来来，我先来，你来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可儿，走开，我是朱可儿，10岁，你是谁？这个时候我叫白板，你是谁呀？还没有儿童这个外号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风和日丽，但是我很不开心，因为别人都说我很丑。 是啊，我是个安静的美女子。突然，时间穿越，我是个安静的美女子。Hello。喂，我是个安静的美女子。哎呀，我在弹钢琴，噔噔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你是谁啊？Hello， 你好，外星人，你好。你怎么这么的？我叫朱可儿。什么？ 我叫朱可儿，什么？我叫朱可儿。哦，你嘞？完了完了！哇，我叫花花的老婆。打你打你打你！摔死你！好，好。你干嘛？你欺负花花的老婆？你完了！你出去！你完了！你想死吗？好，然后嘞？你是花花的老婆是不是？我害羞，别看我，别盯着这里看，人家害羞。 也不是，人家害羞盯着我的眼睛，他就显得你眼睛也很大。我知道。哎呀！你们怎么结束？我在想。哎呀，人家害羞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害羞呢，你就把你的衣服穿上好不好？人家今天穿了很美的衣服啊，红色的比基尼。你看到我有想到小时候的你吗？哎呀，准备这么早。 就是像外星飞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那谁的臭袜子？你小时候是长这样没长开吗？不是，我小时候是长这样的，只不过长大了，就小时候是这样子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不，长大之后腿变长了，你看。不，好烫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要回到我的世界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我要安静的做个美女子，看钢琴。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你们的故事很精彩，我完全没有听懂是什么鬼。可儿，你戏瘾好重。